房系列，播放英雄广告款13种，有精美小礼品和英雄茶杯，都增加超过80%的英雄税。以上链接查询功能，然后成功了你平台投入给你的资格是无限，赶紧报名详细。有几场次，政府上通过扩大的免税令，自2007年至到而家，政府亦都扩大发放的免税，例如所有的室内公共场所同埋公众地方，贵啦1500元。18岁以下人士，但系根据政府统计处喺2002年
清楚禁止18岁以下嘅人售卖烟草，亦都唔能够阻止未成年儿童吸食烟草产品。一方面，本港受烟点多，要完全杜绝根本系难以执法；另一方面，购买无助达成无烟环境，年轻人仍然处于有烟草嘅社会之中，身边仍然有唔少嘅吸烟人士。零九年后出世嘅人，但可以从身边嘅同辈或者其他成年人去接触烟草产品。甚至可能出現代購煙草服務，令零九年後出世嘅人一樣可以吸煙。因此，只係限定特定嘅人士買煙，社會要幾多年先可以達到真正嘅無煙？執法同成效又有幾彰顯呢？有方面一一交代啦。第二，深化私煙問題帶嚟反效果。有方面為政策實施之後，零九年後嘅人就唔會再買到煙，但係公共政策顧問簡永哲指出，年輕人無煙，對無煙標籤反感，就可能會轉投地化途徑買煙，例如試煙。截至本年11月21日，海關今年檢獲共大約6億4000萬支懷疑私煙，較去年檢獲嘅約4億2700萬支私煙超出50%，可見私煙一直禁止不絕。私煙問題比正常吸煙更加難監管，亦都包含大量嘅白煙。根據國際商會防衞情報局研究，部分仿冒煙嘅甲含量標準嘅5倍，對人類嘅毒性非常高，會影響腎臟同肺部。我見呢啲其實係更加有害生命嘅煙草產品。有網友聲稱就話保障健康，講到煙草有幾咁唔好，但係如果你新一代去吸食私煙或者大頭煙，只會令健康受損，咁同有方想主張嘅健康相違背咩？由此可見，只係規定某一個年齡層可以買煙，成效成疑。現時最需要禁煙嘅一群其實係長期吸煙人士，但係而家呢個政策根本就做唔到，更加證明呢個政策係無效。如果真的要為健康而言禁，點解唔全面禁止所有年齡層，直接推行全民禁煙，而要做呢個唔湯唔水嘅措施呢？綜上所述，呢個政策根本就做唔到真正嘅禁煙，反而有機會適得其反，因此今日嘅辯題不成啦。多謝各位。所有人去禁煙，呢個立法禁止定還是係？
同嗰啲人，但係你哋有冇諗過嘅定翻啲？所以其實你哋政府係有其他途徑去獲取翻啲有關啲資源啦。咁再嚟啦，今日市民見到有人犯法，係咪有義務去告佢？佢犯咩法咧？我唔明白有方同想講犯法，當然有方要㗎嘛，因為即係唔俾你有後備人成年㗎。但係你哋當然會覺得佢可以犯法成年㗎。如果佢哋係未來係買唔到業務，究竟可以點樣逃避有？就所以佢哋成個煙啦。咁如果有方見到喺街上面有一個。其實佢唔係犯法，今日就係因為佢有問題。唔係，因為佢哋串流佢哋，因為佢哋做緊一個活動，冇市民嘅職責。因為其實我哋而家就係想要係零九年之後嘅嗰啲人唔好再食煙啦，包括而家零九年之後出世嘅。因為正正係因為你唔想佢食煙嘅時候，當呢個一個法例係犯法嘅時候，你就正正係要舉報佢啦，因為呢個係一個犯法嘅行為啦。都有翻新聞，因為有個公告，我而家幾多歲啦？我唔知。其實新聞有翻。我幾多歲嘅時候，當你喺街度見到有一個人食煙嘅時候，你方點可以有效判斷翻係零九後？但係零零九後嗰啲可唔可以食煙就另外一回事。首先係零九年之前嘅人，佢哋咧可能零九年可唔可以買煙可以食煙？但係零九年之前嘅嗰啲人，佢哋最終都死亡啊！推行政策局。
保障全民身體健康，即係方向嘅方法唔同。你今日有方法都要令到自己都好，所以我哋有方邏輯嘅話，如果唔要讀佢，如果咁樣係可以對身邊人有少啲健地打消影響嘅話，我哋理方邏輯嘅時候，我哋唔係應該更加做出更全民、更健快、飲食煙將影響減至最低咩？我哋今日首先其實今日係有方自己提出唔反對全面禁呢一個方案嘅，而但係有方點解今日唔想而家即刻推行一個全面禁嘅方案咧？就係因為有方驚嘅係禁止一啲有煙癮嘅時候，有啲煙癮嘅煙民嘅時候，佢哋係冇一個佢適應唔到突然之間去禁止嘅時候嘅。你今日有方啱啱一路都舉出咗一個數據係講話，只要八至十二個星期到佢已經可以戒煙嘅時候，咁其實有方根本就唔需要擔心而家十幾個政策嘅時候煙民有啲咩適應嘅。而同時，當地方政策根本保證唔到，杜絕唔到零九年，佢係接觸唔到呢啲煙草產品嘅權利嘅時候，既然無論如何都要去限制一啲市民嘅選擇權，去達至全民禁煙嘅時候，政策有冇必然嘅成效？點解唔係一刀切，而家全民戒、全民禁止買煙，又直接達到全民戒煙嘅目的咧？而因為有方法嘅循序漸進，其實都係知道因為變題嘅政策係未可以，而家未可以一針見血去針對所有食煙嘅煙民嘅，即係其實循序漸進。如果只是討論地方今天辯論的辯題的政策的時候，如果他們成效過慢，其實有方都知道這個政策根本不可能是短期之內達到全民戒煙這個效果，所以這邊我方才收過。而其次地方所說的，地方的政策說的未來的它的成效未來不之後才可以彰顯，就這個成效彰顯的過程過於慢，至今也可能是要等40至50年甚至是60年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成效，是要等到香港地方才有方所說在2009年存在的時候才會見到它的真正成效。那有方是否要現在去立這個法的時候，然後坐等50年等零有錢的人離開香港才見到這個成效呢？你方是否要不公平地去剝奪某一個年齡層的人士的吸煙意願，去剝奪它50年呢？還在這個限期裡面其實根本就不會見到成效的時候，你方是否覺得09年會甘願開花地白白被禁止他們買煙的自由呢？而同時當你方政策根本就論證不到為什麼他一定不會買煙的時候，你的政策根本就不可行。現在各位，變態的政策就好像學校想禁止學生使用手機一樣，但他們就是不禁中二至中六，只是禁中一學生。問題是中一學生怎樣人人玩手機，他們為什麼會不想用手機呢？學校又怎樣有效去分辨出用手機的學生哪些人中一哪些不是呢？從而有效執法呢？而只是禁中一學生又對問題最嚴重的高中學生是網開一面的，這個行為一不合理的政策執法呢？而有方同學要回應以下三個問題。第一，政府如何保證零九後不會透過其他渠道運作香煙產品，從而塑造一個真正的無煙社會？第二，政府如何精準有效在千千萬萬個買煙吸煙的人裡面分辨出哪一個是零九後？第三，如果真的要達到無煙的社會，又不介意限制市民的選擇的時候，為什麼不索性全民禁煙更有效、更直接的執法呢？請有方回應三十萬，我就我方得勝，多謝各位。需求一直存在，導致非法市場不斷擴張，亦都是私煙的需求。
而亦都因為個醫民嘅強烈反對，因此最終不單係呢個禁煙政策都係失敗嘅，佢哋要再撤銷咗呢個法例。所以我哋唔能夠一次過禁曬所有嘅煙，要同同嘅政策相輔相成。零九年之前嘅人其實就可以用依家嘅控煙政策，咁樣其實都有助幫助到依家零九年嗰啲去即係少啲人食煙啦。咁有好多同學頭先又講咗，即係嗰啲好多方法。我想問下你哋個方法方案係有啲咩成效咧？同埋你可以預計到幾耐就可以全民零煙咧？同埋有同學頭先講過啦，即係唔夠快啊嘛。咁如果我哋而家突然之間要講啲煙戒曬煙，其實係根本就冇可能做得到，因為佢哋要有好長嘅時間先可以戒到煙。如果咁樣做嘅話，就可能會有反效果。例如部分煙民就可能會因為會即時戒煙有唔同嘅戒斷反應，就令佢更加想去食煙，咁就可能佢先買試煙啦。所以要有補充，其實如果政府循序漸進咁樣就禁煙政策，俾煙民有啲心理準備，咁樣先可以達到禁煙嘅最好效果。多謝各位。
其實聽從最偉大的頭，都有分同學我想就話我幫唔到平安，有幫人真係幫平安，有分同學5年嘅條件，咁五年之後係咪完全禁買啊？咁如果有方案變曬完全禁買嘅話，佢哋都有機會買到先見㗎。咁點解話我幫唔到平安？我覺得有樣唔公平嘅。咁方案你唔公平，因為你淨係限制投資有啲核心嘅人。我哋唔係80年都唔做嘅，依家仲有嗰啲紅衣政策嚟㗎，嗰啲20嗰啲，所以。
啊，咁呢啲都可以幫助曬了解嗰啲人嘅。你方言講到你嘅存在嘅方案之後寫得有幾好，點解唔係即時全面答啊嘛？點解唔係全面答呢咧？我方見到所有年齡層都答嘅時候，成效係咪更大咧？因為其實今年係好有大好有大度嘅，根據翻台灣衞生福利部國民署佢哋喺2008年嗰個戒煙嘅調查顯示啦，其實啲嗰啲戒煙者咧，佢係要先停咗3次以上，甚至係10次先可以去戒煙。我哋未來幾十年時間去俾佢戒煙，所以佢哋成功，但係你係根本唔夠時間。方案夠唔夠毒啊嘛？
同埋你嘅好處，可唔可以令下呢個方案帶嚟嘅反效果啦？因為我方對嚟講方案嘅成效要強積，而我方都冇清晰咁同我方講乜點樣教佢噶，咁所以自然就冇帶嚟咁啲嘅好處。所以證明唔到嚟方要處理方案嘅好處嘅話，首先要論證嚟方方案可能真係咁容易啊嘛，所以嚟方嚟全不成啦。最後今日又講嚟自身賣品嘅，你又方好笑話要戒煙，但係就話禁煙，你禁埋煙唔等於禁食煙喎。咁所以請問又方你方嘅方案有乜嘢作用咧？你既然禁咁點樣達成無煙社會呢？有分成三百種啦。再嚟，你今日有方全場冇受益過，有其他方案可以達成，可以更好咁達成無煙城市噶。所以有方就今日同我哋講話太急啦，太低，突然之間就用呢啲全禁嘅措施，咁佢哋就冇咁長時間啦。即係今日我方都冇，從來都冇講話我而家立法，跟住聽日就開始禁噶嘛。我方咪話如果俾5年嘅時間佢，咁佢哋可以慢慢去戒煙嘅時候，點解仲會出現情況嘅問題呢？最後嚟方係話82星期就可以搞到煙，呢個地方提出嘅喎。咁再加上你地方嘅零售後開始禁煙同賣煙呢樣嘢都係2017年嘅時候都係唔掂啫。點解地方可以禁到，無方就禁唔到咧？因此地方擔心存在。有方又同我哋講，不單啲數據禁埋之後不見反升啦，其實有方全部都冇解釋個原因係乜嘢嘅喎，根本就唔合理。即係有方冇解釋清楚點解禁煙之後一個無啦啦唔吸煙嘅人會突然染上煙癮，即係有方從來都冇釐清過當中關係。就算真係佢10000步真係禁零食禁賣之後，吸煙率不斷反升，其實油方都會有同樣問題喎。你方禁零禁嘅零油嘅後，吸煙都會帶出嚟方十提嘅反效果嘅時候，一次係零方時間矛盾。所以而家油方都冇辦法改變有其他更好嘅方案達至同煙食嘅時候依然一個輪候救案嘅方案。其實油方都只不過係為反而反。在最後，我要知道公共利益同市民嘅意願永遠都放喺對立上。個人自由，做咩都唔好跟。但今日有方既然喺公共利益同埋市民意願嘅挑戰之中，選擇咗犧牲市民嘅權益，就應該行一個對公共利益有實際幫助嘅方案啦嘛。作為一個負責嘅政府，應該要追求有效嘅方案，而唔係揾一個都不切實際嘅方案，欺騙大眾、保護市民。因此，呢個議題就應不成立，要作廢。分別出09年係所謂殺身份證啊嘛，其實兩方講出嗰啲都可以
有方案整到嘛。因為有翻油色執行我哋嘛。之後啊，如果第九年之後執成到煙，咁啊有充斥住私煙咯。其實有方嘅方案都會充斥住私煙噶。五年之後戒唔到嘅人，佢都想買私煙咯。其實今日有方同冇方嘅方案係好類近噶。所以咧，有方今日所提出嘅反效果同呢度上有方嘅方案都係有，都係會達，都會係達到嘅。今日第一個重點就係2009年，因為我方係明白冇可能一次過要求曬，香港唔存在有九煙草嘅產品啦。正正係因為咁，上嚟分開補償嘅解釋咯。我哋咁樣，我哋嘅方案係萬歸保證到2009年之後嘅人接觸，唔會再吸到煙。2009年之前嘅人可以永遠繼續吸煙。無論如正正因為咁，我方要提出一個合理嘅過渡期，保障翻員工吸煙嘅市民。但無論如何，始終都需要做解釋噶嘛，唔好覺得咁樣好驚奇喎。其實現實世界上咧，就有好多人例子，例如成年嘅年紀咁樣啦，香港就係18歲，紐西蘭咧40歲，18、20，只不過係數字，佢分別開成年人同埋未成年人。2009年都係一個數字，只不過係減開吸煙嘅人士同埋吸煙嘅人士。今日我方嘅立場就係想減開呢兩部分人，保障翻原本吸煙嘅人士同埋以後唔會再吸煙嘅人士，唔會再接觸吸煙嘅人士。可能未來啊，佢哋淨係喺書目上面見到煙嘅，知道煙嘅存在，可是我哋而家咁樣喺書目上面見到阿煙嘅存在。相關嘅答案咧，其實絕對唔容易啊，所以今日唔使答，即係唔使。所以我哋咧係用我
取社會上面有煙草嘅出現，其實佢哋嘅配合立場可以唔敢講啫。我覺得你問我，如果零九後嘅人，佢透過零九前出生嘅人買到煙，咪有嘅啫。你嘅立場係咁，但係我會覺得佢零喺你話咩零煙社會，其實個零字可以係個實質數字，亦都可以有象徵意義。其實大家所謂嘅零，係咪真係要完全零，定話唔係將個數字減到最細呢？譬如啊，呢個例舉個例子係高雄嘅，譬如清零 ，OK， 我哋清零，我哋要將唔合格嘅數字清零，咁可能我哋要求學生一個都可以唔合格啦。但如果我哋講政府裏面講疫情要清零，可能係個方向，佢可以係個數字，都可以係個方向。所以我想問清楚嘅，雙方對於零嘅定義係咩？如果正方對於零嘅定義係一個象徵意義，你先可以用不單嘅例子。但如果你清零嘅定義唔係，係要用到一個詞喺零嘅實體數字，不單係即係你零個數字你做唔到，所以你要象徵意義都係咁。但係我會覺得中間有啲位咧係夾，其實係不妨大方向嘅私煙問題係有機會會有咁嘅解決執法咯。你講其實有機會可能有其他零九年嘅人士會解決執法咯，因為你嘅立場上面應該調咁大咯。甚至我覺得你可以再高談嗰樣嘢，就係其實食煙係有好嚴重嘅問題。不過呢個你要小心，你做咩越嚴重咧，其實係應該越停啊。但係我嘅理解係，其實由我哋出世開始，喺香港嘅教育制度裏面，我都同你講食煙係有問題，我哋講食毒都有問題，世界都同你講賭波都有問題，大家都知啦。但係可貴嘅地方就係人可以有自由選擇，就係嗰班食煙嘅人都可能知道食煙係有問題，不過佢依然去選擇啫嘛。所以你幫佢做選擇，反而更加唔自由。我覺得呢個咧，其實係可以喺你之前上面再作補充，因為你就係想話俾大家知道，全禁禁曬係唔嚴嘅，所以你應該要容忍佢有自由空間。所以我哋望唔係望五年，我哋望七十年。雖然第一下我都覺得有啲我自己裏面都覺得自己心裏都會心微笑一下，就係要等啲人死曬先，跟住先至可以咧禁煙。但原來你哋嘅目光唔係放緊咧，係放緊七十年、甚至八十年之後，所以我哋呢一刻開始做。所以你覺得零九年係冇意義嘅，只不過係話條界嘅。我覺得呢個嘅主線上面咧，普羅實驗就係我喺你哋去到一副去到字入面，我先開始聽得到。但係有啲嘢你冇補充冇出現咧，我係冇答案幫你俾分。咁所以你自己要喺個主線上要諗清楚，你哋嗰個嘅價值 set 喺邊個位？好老實，我自己覺得正方嘅場面係喺價值上面嘅設立係比反方高好多。呢個係我對正方嘅評價。反方咧，我會覺得呢張場咧，我自己覺得咧，我覺得我好耐冇睇過點樣嘅比賽咧，同一場好似唔一比賽，即係個打法。第一樣嘢就我會覺得係咪後面甩咗拉咧？其實你哋去到主辯、去到公辯嘅環節裏面，都嘗試有去問，究竟零九年之後，或者零九年之前，零九年前出世嘅，或者零九年之後嘅，究竟會有啲咩嘅問題？究竟會唔會有私煙嘅問題？究竟到最後係唔可以達到你嘅零嘅社會？我覺得有，但去到後場咧，我覺得反覆你哋不斷係攻擊，但你已經甩咗自己本身要去攻擊嘅位置，包括你主持上面講嘅私煙問題，究竟你哋就係打成而嗰位，其實我會覺得係冇乜點樣推進。我覺得呢個係今日點樣比較大面對嘅問題，即係前場都仲能夠俾到分你，但係喺自由面上面係相對好劣勢，因為我會覺得你哋嘅價值就係在於要全禁咯，要禁嘅話點解唔禁曬啊？點解個成效點解咁樣做啊？但係其實對方有不單嘅例子裏面嘅同你講，變咗其實喺個推進喺個攻擊力上面，我覺得今日稍微唔夠強。咁同埋我覺得如果你要打禁賣唔等於禁食，或者你覺得禁食嘅問題，即係禁賣唔禁食係好嚴重嘅話，我覺得你反而要諗清楚究竟邊兩個兩樣嘢再研究去做落去，因為你哋打嘅已經。你打的人不是食煙對個人的影響，你們的立場是其實都有很多問題嘛，大家都是零煙的嘛，你們的零就是真的是零的嘛，是不是我的理解是這樣，所以你們要全禁。另外一個問題我會覺得其實你們捉得幾緊，即是零九年捉得緊的地方就是呢，其實有很多人其實他們接受過教育，其實某程度上他們身邊有影響啦。但是我會問的問題就是你全禁的情況之下，你要推論的是怎樣做到那個防控的效果。我覺得今天個推論上面你才是拋出一個反方，只是做一些攻擊，但是後面的立論的下一步好像沒有做到。
咁所以變咗咧喺個內容上嘅推進得我頂唔到好多。所以其實到最後究竟邊啲贏邊啲輸咧，其實真係要睇咧到最後究竟三方嘅主席喺後面有冇得幾清晰。咁啊，正方咧市場嘅優勢就上到，呢、這個就係我分析上主要嘅評價。咁啊，多謝大家。欣賞雙方嘅同學咧喺呢場比賽上面嘅表現，咁我個感覺係咩呢？我覺得第一樣嘢感覺就係在於係主線上面，我認同啊，袁老師所講正方嘅主線要係較優勝。咁但係問題係啦，咁啊正反雙方係咪已經個別勝負關鍵咗主線咧？係睇下之後發生嗰個嘅比賽會有啲咩嘅啦，會睇。咁我點解我講翻主線設計上面呢？我講個睇法先。咁你當即係都話我自己叫大佬啦。咁我對一啲條邊緣性嘅辯題咧，就係講嘅邊緣啦、邊緣性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安保啊，最後就嗰個嘅連環鬥。而家反方同我哋專設計上面咧，你第一個方咧係用緊成效成義呢樣嘢作為一個嘅主流。但我成效成義呢樣嘢咧，其實你自己覺得，我哋喺辯論就覺得。你啲成效成義咧，係理論上係應該我哋質詢人哋用嘅問題。點解咧？如果你自己話成效成義，即係你自己論點都成效成義，因為你唔能夠好講得出嘅就係在於係一定冇成效啊嘛。明白講咩？即係如果你反方你個論點立論嘅嗰必然出現嘅論點乜嘢，你個論點你嘅論點咧一個可能唔出現嘅論點嚟喎，因為你話正方成效成義。咁即係你都唔能夠論證完全冇成效啫。咁你就從上面開始立論就好弱咯，會係。然後第二樣嘢就可能反效果嗰邊個嘅，可能一個嘅走私問題。當然話走私問題可能更加唔健康，我明白。但走私問題，我相信如果佢個後場留心嘅話咧，其實正方二副越講不單嘅例子嘅時候咧，即係話點解啲不單要翻轉，即係好似嗰啲蝦市嘅私煙問題，即係全禁都會有私煙問題。而家呢個。別人所講嘅方都會有私問題，咁就係呢一個打和 super 嘅論點嚟嘅喎，即係正方如果你話俾即係逐條同人講啊，反方佢個立場，如果你聽到公面還是反方已經答你，我哋嗰個咪全禁咯。咁其實你開第一個嘅情況點反論翻？咁你自己話全禁，咁你自己個論點話有私問題全禁係冇私問題，你公面就你狂問佢得啦，你都可以嘅。即係我呢個要逐點話嘅話咧，其實會加好。所以我覺得條主線上設計咧。正方條主線有啲咩心思咧？我睇法王都應該，我覺得你應該諗到一啲地方就係在於佢咧係有啲地方唔同嘅討論。如果你聽清楚嘅話，我真係都逐步明白。佢有啲地方就係咩？我而家放緩咗啦，人口下降。我哋而家2009年咧唔係特別數字嚟㗎，純粹一個數字嚟㗎。唔好同我拗2009年啦，2010年、2008年後係我哋討論緊嘅係循序漸進中目的啱唔啱啫？呢個係正方嘅準則嚟㗎。咁所以正方係嗰個建設嘅上面咧，即係我住咩男嘅主線設計，我左都係正方嘅方向發放。咁所以正方講嘅就係我哋而家講嘅係我哋嗰個嘅禁煙嘅措施，我哋再進取啲。咁所以相反反方，你如果你問我嘅話咧，調翻轉，如果反方係咁樣走嘅時候，你應該俾一個更加可以做方案做呢個正方對嘅。而你今日應該反方有諗過，但係都冇嘗試去講太多。可能人哋問啲，你又講啲都得。咁呢個就係相對實實嘅人意，但係我呢個位咧又會令到你今日可能我張分上會輸，點解咧？正方應該可以做得更加好。正方如果你主線設計上係要比較緊禁煙方嘅時候，你應該再進取啲。但係呢個似乎唔夠，即係唔能夠 push 翻個壓力反方度。然後你就係不斷可能俾反方啲嘅問題問你一啲嘅概念上面啊，公唔公平啊，權益嗰啲位置。即係我覺得要諗清楚一層嘅話咧，如果你諗出嚟自己轉入去反方結面最後嘅可能個嘅埋尾啦，就係、是、供奉嘅利益同埋錢之間啦。咁難道反方如果即係打算咁樣，佢唔係剝奪咗啲條件嘅問題？佢有啲人都承認，即係所有嘢係有一啲禁煙嘅措施，對一啲煙民嚟講，或者一啲唔係煙民嚟講，一啲人嚟講，一定有一啲嘅限制。即係等於一啲。一些法例定了是一定要收集到某些自由的例子可能是最簡單的就是你主要用18歲的例子18歲是不可以二次數但是18歲以下的人其實你可以類比就是說18歲以下人都走到某些條件沒有得
十八歲以下的人是不可以在一些的三分點的三點是很麻煩的嘛，他們是暴力性情的嘛，即都不能夠的。那十八歲的界線，如果你用一個年齡試試一個年份，但是都是一個某一批人是沒有了的。當然媽媽就說因為很影響我現在是，那我剛才媽媽就說正方面兩分做例子，問長者那個單車都有持牌的人，媽媽說都沒有影響其他人，可能我覺得不是，即係可能如果你嘗試，可能放暑假嘅時候咧，喺啲嘅嗰個時間可以學習啦。兩蚊搭車、搭火車、搭公交，佢話點解十五歲、二歲人俾兩蚊可以有得坐，我俾錢梗要企嘅，好唔公平啫，係咪先？可以嗰兩塊嘅，即都可以咧，其他人要嘅。咁所以我咧到最後今日喺條主線設計上，今日係一個嘅好大嘅分嘅地方，就係在於立去個位，正方係立得好啲，係主線設計咗之後。怎樣去運作，我覺得反方是用回來主持者不斷地問回正方講的一些東西需要解路，這個是需要是多少時間去正方你要給他做一些，或者沒有一個人認為前場應該盡量聽了這些反方的質疑的問題，而副打後結面就應該深化回，就是說在這個辯題會有討論的原因，就是禁煙的政策應該怎樣做，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更加可以深化的討論，但是他可能應該結面應該做得少少宏觀啲、冷靜啲，睇翻個長遠面嘅嘢。我哋咁嘅正方同話做得好啲，其實你仲係講遠啲，就應該俾我哋再多發揮多少少。我覺得呢位就已經係主線嘅設計喺開頭或後面嘅延伸上面係一個好大決定咁嘅勝負嘅分。因為其實如果唔知道後續三條路後場一點都可以抄嘅，因為都睇出大家個策略都係。咁最後一補充就係資料上運用，就係正方你如果諗得仔細啲啦，好多資料都可以要小心啲講。最明顯就係反方一定要做到正方唔好禁戒煙嗰個嘅方法，八至十二個月呢個位，你哋去後邊之後要做啲咩誒文件部同埋又做啲我，所以資料運用上要好小心，我咧要注意翻。咁我要。星期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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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
咁重要嘅論點上面，竟然後面嘅同學睇出咗8至12個月就可以戒到煙，呢個係真係反方聽到之後咧，真係執到嗰啲地上執到個執個核彈咁樣咯，真係。佢我諗佢哋本身未有呢個資料，你有揾到呢個資料係錯？冇啦。咁但係咧，後來你就見到一副二副瘋狂輸出翻嚟呢樣嘢，咁其實你覺得呢個係真係好好事真啊？你又話？定定戒煙，佢又戒煙。咁啊，見到咧自由點解問到，即係問到即係唔知點延續落去。咁佢出正主咧就出嚟救場啦，就話啦，即係佢真係回應到反方嗰個質疑啦。佢就話其實咧雖然你戒一次係可以戒一次咧個個疫情係8至12星期，咁但係咧又有開始理論再舉出另外一項嘅數據咧，就話可能係要戒幾年嘅，好多人就要戒10至以上嘅。咁呢一個就稍稍緩解咗嗰一個。資料上提出嘅話一個嘅漏洞啦，係唔錯啦。呢方面係要注意自己講嗰啲乜嘢嘢，冇你嘅資料而佢又唔係真係咁必要嘅話，咁不如我哋試下需要提翻咁嘅樣提出，咁可能會好啲啦。咁但係我都認同頭先兩位評判所講咧，就係即係嗰個主線係好啲嘅開始嚟。咁反方咧，佢就即係講唔出咩理由講話然後就即係禁止啦。咁係咪一樣佢？好開心咁樣樣講緊8至12星期啊！所以我唔知佢哋係咪因為呢個原因就冇再推展佢自己嘅論點啦。咁但係咧，反方佢演繹咧就非常之即係佢一嚟就第一係得到正方啲嘅學術上嘅漏洞啦，或者係發現一啲嘅問題啦。第二佢哋嘅展述啊，佢哋嘅調理口條論證嗰個技巧咧，其實